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川的钢琴时间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要带来两首曲子，让大家猜一下是哪两首呢？那我用个 pose 来让你们看看。猜到了吗？没有错，就是九九和第五部的《黄金之风》。九八的 Giorno 的出行曲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最重要的不是弹得多完美，而是就算弹错也要装逼到底，就是敬业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啦，到第二首我要带来的是，也是一样黄金之风的 OP2 乌拉基莫诺诺雷库言背叛者的镇魂曲，请听。
好啊，然后今天的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录这些东西。この手だ。